这个像坟头一样的庇护所，是老张精心挑选的位置，就是为了过年的时候能够安静的在此长眠。不走寻常路的老张，硬是赶在冰天雪地进了山。他发现了一块黄土高坡，正好可以在背风的地方安家。于是老张挂上背包，给自己泡一杯浓缩咖啡，一口下肚，身上充满了能量。此时外面的温度已经零下十度，他拿出洛阳铲子，对着这块土地就一顿输出，打算在天黑之前建好庇护所。还好黄色的土质比较松软，并没有阻碍他的挖掘工作。没一会就挖出长方形的小坑，他拿出个瑜伽垫试了试，感觉还是不够深，接着开始继续挖掘。直到有了半米的深度后，找来一根器物棍，周围一圈黄土封边，这样看起来规整许多。地基虽然面积很小，但老张还是给自己预留了一张土炕。从规整的程度就能看出来，老张平时的生活也是讲究人。由于冬季的土质比较潮湿，给他建造暗潮带来了阻碍，老张不得不找来一些细木棍，这样铺垫在上面看起来干净许多。随后找来干燥的稻草，把整